塑流感突袭，防疫强身大作战。禽流感这种流行性的传染病哦，在我们古代就有这个疾病，它只是比较禽流感，或者叫做人流感，它叫做瘟疫。哦，那时候统计过，东汉的时候就因为这流行性的疾传染病呢、啊，大概人口只剩下1/10。这次所爆发的这个禽流感，主要的这两个病毒株，目前都还没有禽会传人的个案。玩游戏玩到一半，说啊完了，只剩下炸鸡排可以吃，那怎么办？对，那我就想说，那我就买来分给大家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吃。所以就请大家吃炸鸡排。对，就分担风险嘛，要重大家一起重。金妹妹，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到今年，禽流感已经席卷全台。对、啊，现在沦陷了有11个县市，有398个养禽的一些鸡场、鹅场、鸭场等等，几乎通通中标。这么多、哦？对，而且目前通报的一些鸡、鸭、鱼等等，已经超过200万只，其中鹅最严重，对，可能有70%的鹅。要被扑杀，那弄无牛吧好食，这还不打紧。现在担心的是人流感，正来势汹汹。哦，真的，这个禽流感的确是来势汹汹，非常严重。不过，就像宪哥讲的，其实人类的流感也非常的可怕，而且重点是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它现在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不可以控制它？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为人母的或是为人父的就要做好预防的动作，对不对？好，但是这个禽流感现在到底有多严重呢？我们先让杰玲来告诉我们。是的，这次呢，堪称是史上最严重哦，有。记者呢采访那个云林当地的一个养鹅的业者，那这个业者呢在1月9日有观察他的大白鹅，他的脸呢从红色变成白色，短短不到2天，他的眼睛、鼻子、嘴巴都流出血来了、哦，而且呢在5天哦，原本有6000只的鹅，瞬间变成3000只不到。来，我们看一下照片哦，因为呢死亡的鹅数呢太快了，所以呢还有非法业者呢随地的弃置这个禽类的尸体。哎，这个真的看了好可怕，因为你看下面那张照片，那个白白的，通通都是尸体耶。对，所以现在是担心一个禽流感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这些禽类的尸体怎么处理的问题。它会影响到地下水，还有空气品质等等。照理来讲都要掩埋，不过南部有一个县市要扑杀，它需要1000件的那个消毒衣，就全身的那个，结果我们行政院拨下去100件，那也差太多了吧？这样怎么办事啊？好，所以你看哦，这样在台湾现在新闻讲的这样沸沸扬扬的，大家都是上有老母下有妻儿的，对不对？所以怎么办呢？浩然，我原本没有那么害怕，可是你知道上有老母每天会打来跟你讲，下有小朋友也会跟你讲，那有时候你不过就想要买一个鸡回来煮个鸡汤。旁边的那个左右邻居就会说：“你敢买鸡？你到现在还在吃鸡？”对，他说：“你不知道现在禽流感很可怕吗？可是不是煮熟就好了。”对，但是大家不会这样认知，大家还是怕万一，对不对？就觉得禽流感那就代表不能吃鸡、鸭、鹅这些，所以有时候你就被大家吓着。你就不敢了，真的是以讹传讹呢。已经死了70%还在传讹。没错，浩然讲的真的哦，因为像我们小朋友年纪现在在学校嘛，然后可能有同学啊什么，大家都会讲。然后那天很好笑，我们就是朋友约了，刚好去吃烤鸭。然后呢，它是烤鸭大餐，那我们就想说，弄熟了应该没事吧？对啊。然后呢，结果从头到尾，我女儿哦，她这么好吃的人。他居然真的一口都不吃啊！他就只吃小黄瓜跟素炒面。那一定是学校老师有教的。我都想说，我女儿居然比我还要坚持哎！学校老师都会告诉他们，像我女儿也是，她前天放寒假就跟我说，我们班有人禽流感。我说应该是流感吧，对，禽流感。我说禽流感的话，新闻应该早就爆了，还上头条。应该听错，他说妈妈真的已经休息1个礼拜都没来。老师说他就是禽流感。哇哇，好可怕哦！所以小孩感觉比妈妈还恐惧，有没有？所以阿Ben家里小孩现在应该还不会跟你抗议这些事，对不对？刚开始他还不会抗议，但是我们会开始制止。像比如说中午有时候偷懒嘛，去买个便当，买个烧腊便当。然后后来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就去到烧腊店，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叉烧跟烧肉就好，是，然后其他的都不要。他都听懂了的，对，他就在听得懂，而且你看上面平常人家挂满一排鸭，对，到最后只剩下1-2只。
真的，他们连煮都不敢煮，需求量变少了。对，需求量就变少了这样。所以那你会特别要求小可，就是上桌的菜不要有禽类吗？就尽量是四只脚的啦，或者是海鲜类的，鱼类是最好的。所以如果你偷吃鸡，小可发现他会生气。我偷吃鸡，小可发现。我说的是鸡排的鸡，炸鸡排的鸡。不是，那一次是因为出外景很饿，在你好谨慎哦，真的谨慎哦，我都没在游乐园里面，他想了多少菜才回复我？对，玩游戏玩到一半，他说啊，完了，只剩下炸鸡排可以吃，那怎么办？对，然后我就想说好，那就买来吃好也，哎，那也不对。那我就买来分给大家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吃。所以就请大家吃炸鸡排。对，就分担风险嘛，要重大家一起重。什么心态啊？你分担风险。好，亚伦，所以面对这样的事件呢、啊，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自己是非常爱吃鸡肉，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就只是减量吃，但是小孩就是比较不让吃。所以多多少少啊，就是在这个当。是新闻风暴的当下，大家多少还是会觉得说啊，暂时先不要好，没错，好像会比较安全，但真的是这样吗？对，所以这一次哦，真的非常的严重。其实谢医师哦，这一次的一个禽流感，其实已经重创台湾的水禽的一个养殖业者。那你依你的看法，这个禽流感会继续的在升温吗？目前禽流感在台湾的疫情的确还没有完全受到控制，而且其实我们之前主要是鹅受到影响，对，那后来现在连鸡场都受到影响，是，所以目前这个禽流感的规模可能还在持续的扩大之中，还在扩大，对。不过我觉得刚才所提到的不敢吃鸡不敢吃鸭，对，这个可能情绪上的冲击比较大，对，在实际生活层面上面其实我们并不用担心这个部分，对，因为目前这一次所爆发的这个禽流感主要的这两个病毒株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写这个 H5N2 跟 H5N8 是这一次最主要的病毒株，不过这两个病毒株目前都还没有禽会传人的个案，主要都还是禽类在传禽类，所以造成我们的这个养殖业非常大的重创，也可能造成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鸡鸭供应的短缺，对，可是对我们人自己的健康而言到目前倒没有任何这样的威胁，你看光是鹅的量就是从171万变成现在剩下30万只的30万而已，对，所以就算以后风暴过去，可能量也还是一个问题，量很少。所以这个病毒株，其实现在我们的实验室应该已经开始在采集，已经开始在做研究了嘛？会不会研究疫苗出来？如果是针对禽类，我们大概是不会特别针对它研发疫苗，因为这个成本可能不太划得来。不过我想我们在处理这些禽类，虽然它目前还没有传人的风险，不过我们也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我们还是有一些该注意的事情，就像说我们在处理禽类的食品以及它的蛋，就还是要做到这个完全收拾。谢医师，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每天穿得像柯南这样子有助于办案吗？真相只有一个。在医院的时候不是穿这样，超专业的，有没有看起来很像真的要办案呢？那请问一下罗医师哦，听说目前哦，台湾虽然是禽流感在非常的盛行，但是至少还没有到禽传人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邻近的一个国家，包括香港，包括中国大陆，听说已经有 H7N9 已经有这种禽传人的这种现象，真的有这么严重吗？讲到这个禽流感，这种流行性的传染病哦，在我们古代就有这个疾病，它只是叫禽流感，或者叫做人流感，它叫做瘟疫。对，这个就是古代的瘟疫哦。对，那它瘟疫它就看不出什么病毒、细菌啊这些病原体。那我们讲个小故事，大家对三国大概也比较有点印象。有啊，我们都会打三国无双。不是那个啊，没玩具，就是说在东汉末年到三国这个阶段啊，这个在这个文献考据里面有个叫曹植啊，就是七步成诗的那个曹植啊，他在他的论述里面叫有一本叫做《论时疫》。那时间的时这个疫情的疫，你们提到建安22年，建安就是东汉汉献帝的时候啊，那时候呢就是疫气流行，就是说有那个疫情的问题流行，然后一向百余家无一幸免。哇，就是说那时候统计过东汉的时候，就因为这流行性感冒、流行性的疾传染病啊，大概人口只剩下1/10。哇，所以那个流行病，古代的防疫并没有像现在那么好。对，那刚才我们宪哥问到这有关于禽流感的部分哈，目前在大陆的确已经有案例报告了，就是说厦门市政府他们在1月份就报告5例了，那1例是12岁小朋友已经多重器官。
多重器官死亡，衰竭，对，衰竭死亡。啊，另外三例呢还在加护病房，一例是比较康复的。那提到周边的这个整个福建省啊，福州啊、深圳就很紧张了，也都是有案例报道。那这里面我们的邻近的周边的地区就是香港跟我们嘛，所以香港也是警戒。那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像刚才谢师有提到说，目前台湾还没有这个 H7N9。那事实上，在我们知道这个小三通的金门啊，对，小三通金门这一水之隔，小三通啊，这个金门的部分，它水头码头啊，它一年啊、就是说大概150万人次两岸往返。所以现在在我们的这个金门已经有做这个第二级的黄色警戒，就是要测发烧的这个检疫的作业，看你的额温有没有超过37.9，那假如有的话呢，就要测你的耳温有没有超过38.5。所以这个我们老人家啦、小朋友啦，还有身体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抵抗力。是，那罗医师再追问一下，虽然目前台湾还是在禽流感的阶段，还没有到禽传人，那如何避免这种禽流感来攻击我们？对，刚才谢师有提到了，我们第一开始说，第一还是注意自己的免疫力嘛。我们说中医叫正气内存哦，邪不可干。只是免疫力好，你会发现这个抵抗力，那个病毒细菌不会侵犯你。是。那第一个就是说，还是要接触。这个病毒细菌就在于接触，所以我们要勤洗手，尤其是我会黏膜的眼睛啊、鼻子、嘴巴这个黏膜层的，这就回家先洗手，不然的话，有些回家就先摸摸这里，摸摸那里就不好。对，有些小朋友啊，他有玩手啊，这个搓搓鼻子啊，所以洗手是很重要的啊，尤其肥皂这个部分。那第二个呢，刚才谢医师有提到，就是说禽肉跟蛋类哦，一定要。就要注意煮熟，好，这个它只要温度超过60度到90度当中，大概都30分钟到1小时就可以把病毒细菌给它抑制住。是，还有就是说购买跟饲养这些家禽啊，甚至野禽要特别注意它的排泄物啊、水源呐、啊，它的污染物，好都要注意一下哈。那最后就是不要有去购买一些来路不明的禽鸟。那重点还是就是说接触啦，所以最近尽量去养殖场啦，或者是屠宰场尽量是不要去接触这些场所。其实啊，的确就像罗医师讲的，自身可能要先有一些把关的动作，对不对？那可是问题，像鸡肉啊，还有蛋啊，其实都还是有它的营养价值嘛。那你说这个疫情也不知道它到底要燃烧多久，会烧得多大，所以也不可能说就真的完全就不吃了吧？是不是好人？我觉得像我以前会到传统市场去买鸡，因为以前很不喜欢到超市，觉得超市的鸡好像不够运动的，不够好。对。那我现在就变成说，我会到大的超市，或者是像好市多类似那样，因为我像我那天去好市多买了很多鸡胸肉，它上面就有贴的一个说它已经有合格检查，对，认证的。我觉得那样子对我们现在来讲会比较保险，因为传统市场有时候你不清楚它的鸡汁的来源，而且万一吃出问题你也找不到商家，你等于是多一层把关。对，因为你不可能不吃鸡。对对。那蛋的部分呢？蛋的话，我觉得会尽量煮熟，像我以前很爱跟孩子吃那个3分钟蛋，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蛋3分钟里面刚好蛋黄跟蛋白还有一点点熟，对不对？然后爸爸就会这样子开一个口，拿一个汤匙那样哇，真的。对，然后现在的话就会变成说完全把它煮熟，煮熟之后小孩会不会就比较不爱吃？因为其实煮熟蛋蛋黄粉粉的。哦，不会，因为他同学禽流感了。对，因为你们家的小孩比较谨慎。对，没错。那亚伦怎么做把关呢？就也是差不多意思，然后就是都一定要煮熟之外，蛋的话就是会去一些有机店哦，或是就是真的蛋上面，或是比较熟的厂家，就还是固定去跟他们买，然后大家都会聊啦。那你的蛋买回来之后，你会先怎么处理吗？我会先擦。擦？擦？用什么擦？用那个厨房纸巾擦。干干的。干干的。对，干擦，然后摆好，然后赶快洗手。谢医师，干擦干五号。五号，快点，我擦五号。太累啦！我先泡水，我先泡水。我是都不能洗。倒杯洗啊！我以前带回去都洗，后来人家就跟我说，蛋它有什么孔，对不对？对，然后你洗了就把它的那个外面的那个细菌进去，更不 OK。谢医师，你说句话。现在正在禽流感流行的期间，对，其实我们不论是从大卖场还是从传统市场，是我们大概都还是要有一定的安全的守则。对，那。其实，在蛋外面，当然可能从传统市场或比较不是那么卫生的地方买到，可能上面可能还甚至还沾有一些异物这样。会。那可能从大卖场看起来会比较干净。对。可是，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买回来，还是要把
至少在目前这段时间，还是要先把这些生鲜的这个禽类的肉以及这个蛋，当作它上面可能带有病毒，这样子来处理。所以要洗，然后洗完之后还是应该要做清洗。那当然清洗之后，当然就尽量不要说湿湿的，还是可以做一个擦干的。哦，清洗之后然后再擦干，然后再放在冰箱。那中间会不会因为就是我们接触过的手也是要做这个，而且要有用肥皂洗过。对，所以洗过的蛋变成它的时间可能也不能放那么久。如果有洗过的话，就要尽早把它吃完。对，不要一次买太多。是。那请问一下谢医师哦，我们一方面当然要避免这种禽流感继续的一个蔓延了，但是老百姓也不要过度的一个恐慌，你给我们的一个观众朋友一个好的建议。是，我想现在虽然禽流感发生的还很厉害，对，可是就我们一般民众的观点来讲，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特别去避免去吃这些鸡鸭鹅跟蛋，其实是可以的。那只要说注意到刚才所提到的以完全熟食不见血水这样子的原则，我们还是可以食用。然后不过当然还是有一些卫生上面的注意，就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手去碰到这个蛋或者是生鲜的这个肉之后，一定要做这个肥皂洗手的动作。对，是。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个生食跟熟食的砧板跟相关的刀具，一定也要做分开。对，那我想只要能够注意到这些，其实就一般的生活我们不太需要受到这个禽流感。我有问题，我有问题，谢医师，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如果万一哦，因为我觉得现在是这样，民众可能比较没有信心的是因为有一些商人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不孝的处理方式， 对不对？那万一真的我们买到的是有感染的这些家禽类的话，我们真的煮熟吃到也没关系吗？对，没有关系。真的吗？对，所以不用那么害怕啦。基本上只要是那我还是可以吃烧腊啊，你还是可以吃烧腊。可以啊，可以啊。我个人也喜欢吃。对，所以只要70度，其实病毒就可以被杀掉。哦，70度。不过我们知道蛋跟肉都有厚度，你现在很难确保它是不是都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一定要全熟就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就以完全熟食不见血水这样子的原则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出去吃，不要自己煮。但是你觉得出去吃没有出去吃比较危险？没有出去吃是那些专门卖的店，他们的烹调方法是制式化的哦，他会把它弄全熟。如果自己煮的话，搞不好煮不熟。对，我们自己拿回来，第一有点是生的那个血血的问题之外，然后烹调然后搞不清楚，也对，你要避免那个处理的过程。对，就是出去相信你原本喜欢的那些店家，这样对，其实交给专业。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往往都是以讹传讹了，大家都认为说禽流感一定会传到人，那这个时候什么鸡鸭鱼鹅他们通通不吃啊，我你要吃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真的不要自己吓自己，咱台湾人吼，每一天惊死的，较侪会变死的啦。所以真的不要再到处的去传播这种不死的传言，70度以上就可以100%把禽流感的细菌杀死。除了禽流感以外，我们台湾每年都有好几趟的一个流感。那目前来讲，流感也沸沸扬扬，到底有多严重？接着来告诉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报道。去年入冬之后呢，全球大流行的流感病毒 H3N2 肆虐，一名呢2岁的男童打了疫苗，可是还是不幸的病逝了。哇！又打疫苗？是，这一次怎么这么严重？他已经打疫苗了，怎么还会受到流感病菌的侵袭？好可怜。对，这个是很遗憾的个案哈。对。那不过打疫苗的确它并没有提供100%的保护了。那还是有少部分的民众在施打疫苗之后还是有机会得到流感，还是有机会发生重症。不过绝对比没有打疫苗要来的低很多。是。所以疫苗还是提供了一定的保护力。那为什么？是因为说他打了预防的疫苗之后，然后那个病毒他感染之后突变吗？还是什么？一方面是因为打了疫苗之后我们每个人产生抵抗力的程度不一样。尤其这个小朋友比较小，可能他的免疫力还没有很成熟，是，所以虽然打了疫苗，或许他抵抗力还没有来得及出来，那就感染到比较强势的病毒，也有可能病毒它有略微的变种，这都有可能。那不过就整体来讲，这个有打疫苗一定还是比没有打疫苗来得少感染到重症的机会。谢医师有点紧张。有点好，所以其实就是
打疫苗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形成基本的保护力啦，但不是百分之百的保障，对，但不是百分之百。对，好，那因为其实台湾现在每年啊，大家都一直讲流感，流感，然后每年的流感好像也都不大。不是同种的，所以种类一直在变化，我们的疫苗也要不停的进步，所以当每一次就是这个季节流感来的时候啊，你像浩然，你会鼓励小朋友或是老公去打疫苗？我觉得现在学校还不错，就现在学校他都会发个单子跟你说下个礼拜要打流感疫苗，学校现在有这样的活动，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女儿基本上我都不用担心，就一定会被老师带去打。那老人家的话一定最怕嘛，一定马上就会去打，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中年，我跟我老公我们就每年很不爱打，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周围人都打了，那我一定最安全啊，所以自己就不用打。对，可是我就发现说，我想问一下医生，是不是像我们这种年纪，其实我们的抗体只要够的话，我们就根本不用去打流感？其实不是，不是吗？只是说我们这样的年纪得到流感会并发重症的机会比较低。哦，不是，我们比较不会得到流感。哦，因为像我老公就是，他每年我叫他去打，你知道男生很不爱打针，嗯，对，然后而且男生都觉得自己好像很勇，对，干嘛打？他都要觉得说，你有看到喜欢打针的吗？女孩子会比较愿意去打，会拼命，你知道吗？对，男生就是他永远都跟你说他身体很壮，什么什么，对，被你讲，你确实就是那个不爱打的那个男生吗？对，我很怕打针，然后我又是家里唯一就是。第一个代言者啊，什么意思？就感冒的代言者，所以每次只要有感冒就你中，就一定是我先中。然后每次都是这样，我就必须要在家里面就是戴好口罩，然后就是抱小孩也不能抱，然后去到哪里摸到什么东西一定要赶快洗手，然后也不能够抱老婆，然后回家一定要脱光衣服，赶快先去净身。先去净身，把外面脏衣服全部脱掉，然后去洗个澡，换干净的衣服，然后才能这样在旁边看看妹妹，然后看看弟弟这样子。真的，所以小可会希望你去打流感疫苗吗？他不敢逼我去啊。那他自己本身会打吗？他自己也不打。那小朋友打不打？小朋友会啊，小朋友还是会打。你看爸妈都怕打针啊，小孩带去，反正不能反抗，小孩照打。而且爸妈都有个心态，都觉得说小孩打了，那小孩就不会传给爸妈。对，因为我们是觉得小孩的抵抗力比较差吧。哎，可是小孩的病毒其实很恐怖哎，因为像我有朋友，他们全家那时候有一次是 A 型、B 型，还有什么什么流感的那个期间，他们全家四个人是不同症状的流感，同时有四个病毒在串，可是都是小孩从学校带回来之后，爸妈自以为很强壮，对，然后很认真照顾他，帮他擤鼻涕，然后帮他接吐痰，然后什么什么，结果爸妈就是这样一直交叉，不停的交叉，然后四个人是不同的病毒，还有到什么耳朵、中耳炎什么之类的，那还蛮恐怖。其实小孩传回来的病毒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弱的，对。可是谢医师，我有一个问题耶，因为你看啊，像台湾现在每年的流感啊，就是一有一个流感我们就要打疫苗，一有个流感要打疫苗，对不对？这样可能一年你就打了好几次的疫苗，不会打太多吗？哦，不会，不会，因为疫苗一直在开发，疫苗一直在开发，都是打病毒进身体，我说啊，对啊，我们的流感病毒里面没有活的疫苗里面没有活的病毒，所以不可能因为接种疫苗而感染病毒，这是不可能。所以老人家的那个说法也不是正确的。对，不可能。那他打进去的疫苗到底打什么？对，我们就是把病毒去活化之后取它的抗原。所以它那个东西可以引发我们对病毒的抵抗力，可是它里面并不含有任何的活病毒存在。对，因为下次可以跟阿嬷说。对，因为 baby 以前从 baby 到大，说有一个疫苗是活性的，曾经有过活性的，有一个小儿麻痹的口服疫苗，对对对，那个是口服活性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打进去都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小孩子受不了。左邻右舍真的很爱吓人，对，知道我周围很多家里小朋友很小的，然后旁边的老人都说。好好的，你知道他去打什么疫苗？对对对，他说你知道很多人打了那疫苗之后，原本是健康的身体，打完之后变得不健康。哎，我就是会，我就是会有这种顾虑。他们很爱围在榕树下聊这些话题，对，聊完之后回去就一直讲。还好我家附近没有榕树，然后搞得我们拿着那个宝宝手册都好像很害怕，说我们是在害他还是在就是帮助他？对，对，那种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的意外，往往会被扩大。对，所以前一下。
罗医师哦，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两岁的儿童因为打这个流感疫苗不幸过世的一个讯息，它是不是代表流感本身它一直在进化，一直在突变，会不会全面的侵袭我们人类？对，这个哈细菌病毒哈自古以来都要跟我们人类作战，我们说叫中医叫做邪正相争啊，这个那当然说我们正气够，基本上来说它的发病率像谢医师提到并不会那么严重，并不是说不会得到打疫苗之后。刚才宪哥提到这种说为什么它这个一直在演化，我们听过超级细菌，那病毒也是一样啊，它要求生存，那病毒里面它的一种遗传物质叫 RNA 啊，核糖核酸，它会一直转变，让我们那个什么 H3N2 哦，那个三或那个 two 它会一直转变哦，它对它很多型啊，叫凝血素啦，这个神经叫做氨酸苷哦，这是糖蛋白的一种，会一直转变。我们现在这研发的疫苗啊，没办法认识这个抗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没办法认识它，没办法很精准的标靶治疗。那在香港来说哈，光一月份哈就已经有42例的发生哦，这人流感这个部分 H3N2 这一部分是甲型的，那发现呢，它一周内哈就可以就5个人往生了啊，就是急速的这个重症发案个案的重症，而且很多是年轻人哦，是40岁到50岁当中，就中年以下的，就发现它是跟心肺功能很有关系，是心肺功能不好的人容易感染，这样对，他发现他肺部就积水发炎很严重，这个整个超音波就白白雾雾的哦，那时候就表示他的发炎，而且会对心脏病啊，还有肾脏衰竭，都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所以它是发展的很严重很重的，我们叫做流感重症啊，所以说这不能等闲视之，所以家里面的老人家小朋友甚至我们年轻人哦，你只要觉得你的呼吸困难啊，呼吸急迫啊，是，然后这个意识不清啊，突然有缺氧的感觉，是不是？对，然后你整个体力整个下降，你要特别注意，不能让说在家里面休息就会好，不能这种观念的。对，那请问一下谢医师哦，您刚刚有点到，就是说打流感疫苗的人，他可以降低罹患流感的一个几率，但是我们的来宾有好几个蛮铁子的，他们根本就不打流感疫苗，您来告诉他。流感的病毒它到底多么的严重，跟一般的感冒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对，因为我们感冒不吃药，可能自己通常自己也会好。是，对啊。可是之所以叫流感，代表它跟一般感冒就是不一样。不一样，是。不是流过去就算了吗？流感。第一个，它传染性非常的强，所以它叫流行性感冒。对，那既然会流行，就表示它容易传播，很容易传播，不会让你只是流流鼻水、喉咙痛。没那么容易，那么简单。它通常一开始就是让你发高烧，肌肉酸痛，是极度倦怠，吃不下饭，让你基本上就是没有办法工作了。对，然后所以它基本上它的全身性症状是很厉害的。是，不过更可怕的地方还不只是这样，因为一般的感冒再怎么样严重，一个礼拜也会好。可是流感它是有可能会发生所谓的重症啊，所谓重症就是说它侵犯到心脏血管，造成肺部的水肿，造成肺炎或脑炎等等，它是有可能会致命的。对，那所以我们针对一般的感冒，我们没有去开发疫苗，可是针对流感就有开发疫苗。那这个疫苗其实并不会说一年打好几次啦，因为它这个流行期是有固定的，像说从12月开始，然后1、2月进入高峰，那3、4月收尾这样。对。所以一年会打到几次呢？一次，只有一次。对，就只有一次。我怎么觉得常常有流感就要回去打？对啊，不会，一年其实就只有一次。广告打很凶。所以就算一年有两次也不可能。对，因为我们大概就是一年会有一次的周期这样。是。那所以通常大概是9月底10月初会开始供应当季的疫苗。那9月、10月、11月没打，1、2、3月还要打吗？就过了，是不是？就打明年的份呢？你想说这样不划算，打一针才过2个月，因为我们现在打完也2月中才有效啊，所以最好打的时间是12月底以前哦，在进入1、2月高峰期之前，好，差不多12月打，像我们医护人员大概都是10月份就会打完。哦，你们要强迫打，对不对？对 对，每个人都一定要。因为他们接触的几率比较大。那对一般民众，我们会建议最好是12月底以前。那如果说真的没有打，1月勉强，2月之后打，真的已经就比较没有意思了。所以看我就说不用打啦。问题你要去香港，所以已经2月啦。也对也对，那就不要浪费了。所以目前都是老的打，小的打，那中的呢，他反而是铁死不打。他说因为旁边的人都已经打了，他不打可以。这种错误的谬误，这真的是大家不要学习哈。我想要预防流感，
除了接种疫苗以外，平常我们要如何自保呢？杰林，这时呢，我们就要给自己一个防护罩。那看我手上呢，这个就是口罩啦，包括有呢外科型的口罩、活性炭口罩以及 N95。可是现场来宾，你们知道要怎么挑口罩吗？像曾经有分析过，好，那Ben先讲怎么挑。里面选的话，我会选黑色的那一个。黑色为什么竹炭的、哦？我会选竹炭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竹炭的它可以过滤掉一些。这是活性炭哦。活性炭，对啊。活性炭。感觉上它可以过滤掉一些杂质啊。哦。对对对，然后它的材质也比较厚，然后也比较硬一点。对，然后贴鼻子这个部分会比较合，是，那你呼吸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困难这样。是，好，来问一下亚伦怎么挑。最厉害是用 N95，可是那带出去实在很害羞，那个带出去真的是莫名其妙。带一个猪鼻子出门。对，可是像之前我会用就是一般型的口罩，然后我会喷那个病毒泵在外面，喷在外面。可是那是以前很久是否 H1N1 开始的一个习惯。像他这样子喷在外面是有效吗？没有，你跟喷什么？喷心啊！你不能喷白开水。可是真的好像常常听到有很多妈妈的预防方式是这样，以为在口罩上面喷这个是有效。有很多妈妈这种她直接喷在里面，她是直接喷在里面，因为觉得香香的。哈，哇，结果会不会变成过敏儿啊？对啊，对，好，那浩然你会挑哪一个？其实我们家像黑色那一种，我大概都会准备个两盒，哎，啊，随时对，因为你知道台湾就是每次一个什么出来之后。你要去买口罩就买不到，对，就像停电买手电筒一样。所以我随时家里都会有两盒，因为我觉得那个绿色的那个太薄了，太薄，对。可是医疗人员不都用绿色？对啊，一般医生都用那个呢。对啊，所以那我们要请问一下谢医师哦，我们的艺人哦，他的挑选是对吗？要如何正确的挑选，才能够真正的防堵到这种流感的病毒？对，刚才讲了。全部都不正确哈，神秘全部打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这个 N95 口罩哈，它有非常高规格的防护的标准，是，可是它也非常的不透气，对，所以它通常是在我们在进隔离室、在近距离接触高危险病人的时候戴的，它大概只能戴5到10分钟就没有用了，有没被冲溃啊？就会没气了。所以你如果戴了超过10分钟，你可以戴超过10分钟，那只代表你没戴好，它有漏气，而且它很贵耶，对，它很贵，对，而且没有必要，okay. 对于你日常生活上面是没有帮助的。是，那这个黑色的活性炭哈，太正点了，对，那戴起来又帅，又好配衣服，都是黑的，有 rocker 的感觉，最主要是它可以去过滤跟中和这个有机。物质跟化学粉尘是不是？好，可是对于防疫呢没有帮助。哦，所以汽车的所以应该是工厂在带的。对，如果说你是会接触工业原料或化学粉尘，是，或者是说你骑机车觉得哦这个空气的这个废油品质太差，是，对，太差，带这个活性炭是可以减少你吸入这些化学粉尘。那我加两盒怎么办？是对于这个我们可能带有病毒的飞沫，它没有什么帮助。还是晚上都有去加班，没有啊？看起来很薄哈，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绿色的部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防泼水的不织布的材质，它才会有最好的效果，可以让外在可能带有病菌或病毒的飞沫没有办法附着在上面。哦，绿色的，对，这个是我们在医院医疗人员几乎都每个人都会戴的，所以这个我们叫医用口罩，大家还要注意哦，这个口罩。大多数人就算买对了，还是戴错了。对，戴哪一面才戴？常常去医院，然后啊，明明就是常常在戴口罩的人。对。然后我那天还跟我老公为了这件事情有争执。真的、哦。对啊，因为他设计那个耳钩不是要顺方向勾才是正面吗？然后结果后来那护士一进来就说我们戴反了。我老公说你看，对不对？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会戴。网络上有很多种说法，说什么自己生病的时候戴哪一面，别人生病的时候戴哪一面。对, 對, 對。對其实它只有一种戴法，就是绿色是朝外，对，白色是朝内。因为这一面的材质是做成，就是刚才说的防泼水的不织布，防泼水，所以飞沫不容易附着在上面。是，可是这一面它是会吸附
我们自己的口鼻的分泌物哦，所以我们这样带着，我们会有一些我们在呼吸会有一些口鼻分泌物，它会帮助我们吸附在上面哦，然后外来的飞沫就不容易附着在这一面，所以如果带反的话差很多咯。是，对，所以如果走在路上被笑土豹子，会发现带反的都不知道，会发现你的那个自己的口鼻的分泌物都没有办法被吸收，然后外来的脏的飞沫一直吸收，一直都在外面，对，还有明显的错误，就是很多人以为戴上去就好，可是大家有时候还会戴上下颠倒，对，它有一个铅条，对，上面有一个金属的这个，所以我们戴的时候还要顺着自己的鼻子的方向压下去，然后自己吐一口气。如果你有戴眼镜的话，你可以吐一口气，看自己的镜片会不会雾掉。哦，如果雾掉就代表中间不行了，对，还不够细腻。啊，哎，真的耶！我去日本的时候，因为下雪嘛，然后我们呼吸道不好的人会觉得呼吸很不舒服，戴口罩，然后我们就戴口罩，可是因为还有戴墨镜啊，你知道，就一呼吸整个就看不到了，对，所以就表示我们戴的不够好。对，这个金属条就是为了让我们沿着我们的鼻子去压到贴合，压那么紧，我们的粉底就花掉了。鼻子扁的怎么办啊？让这个还要去把鼻子隆高，哇，鼻子鼻梁的，对啊。还有第三个大家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戴完之后要怎么丢？对，要怎么丢？很多人戴对了，然后可是丢的时候错了，还是让自己暴露在感染的情况。真的？因为这个虽然是防泼水，可是减少飞沫附着的机会，可是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外来可能带有病菌或细菌的飞沫附着在上面。所以因为很多人要丢的时候才会把它卷一卷。对，很好心的把它卷一卷再丢，对对对，其实这也是错误的，不要卷，因为你在卷的过程中，你已经手去接触到这一面哦，所以最标准的丢法就是你拆下来的时候是直接就这样子丢了就好哦，不要再去摸，大错特错，不要再去摸口罩的任何一面。我们常常拆下来之后，你知道我们女生干嘛吗？拆下来之后不是放在外套口袋，我们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包包里。对，还有人。好几天都用同一个口罩，我要请问这个谢医师，到底一般来讲，像类似这样口罩，我们在外面不要讲你们医务人员了哈，我们如果从早上戴到下午，同一个人这样可以吗？不太卫生，不太卫生。那到底它能够撑多久啊？应该是说它是属于单次使用。像说你可能现在要去一个人群拥挤的地方，对，你担心在这个人群拥挤的地方会遭到感染，是你可能就在这一次。回来你就要丢掉了，不要想说我下午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我再带到下午去。哎，对，下午就应该要换另外一个。哇，对，因为上面也沾了你很多自己的口鼻分泌物。是。好，那台湾其实是口罩的王国，这是台湾哦，全世界销量第一名的，所以要相信台湾在不织布方面的一个能力。好，除了加强你本身的防护罩以外，在挑选适合的口罩，其实身体的抵抗力才是最重要的。罗医师，我们如何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免疫能力来抵抗那个病菌？这个都在中医来说是叫寒邪直中哦，中谁呢？就中到你就身体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现在打免疫疫苗，你发现哦，现在细菌也病毒都很强，它会跟你一直跟你做一些斗争，好，所以我们可以免疫力，我觉得请西医师啊来推广一下，如果中医的辅助疗法，就是说我们可以请一些打疫苗的人呢，家里面身体比较虚弱的人，我们来煮一道叫做姜枣苏叶饮。来调节你的免疫力，是好，那里面的材料就是姜、红枣，对，哦，那大概就是三钱十克左右。然后姜枣它是个很好的调理剂，然后紫苏呢，在我们吃日式料理啊都会用到，对吧？它就是一个脚味啊、去腥啊、抗菌、治菌、抗发炎的概念，因为它里面很多挥发油。那我发现很多人都对四物八珍都很钟爱啦。事实上，我们肠胃的调理剂，包括你身体的益气补血，中药调和营卫，都是用姜跟枣，就是让你的免疫机能回复。那里面很多多糖体氨基酸，那以现代营养学，它可以促进循环啊，里面很多这些挥发油啊，对我们的循环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打疫苗之后，你配合吃这个姜枣苏叶饮。对你的免疫机能是很好的一个调节。那罗医师再请教一下，因为难免就说像刚刚谢医师有讲到，就是真的现在感冒起来的症状是蛮厉害的哦，来势汹汹，对不对？让你就是没办法上班，有没有办法在我们感冒的时候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稍微舒缓我们的不舒服？的确，我们可以除了这个平常养生保健之外，我们可以做穴道按压。我看过去是阿Ben来当个 model 好吗？好，那有什么问题呢？TK 的阿Ben很适合，真的。对，一般我们感冒最容易头昏。
头痛，对不对？对。那我们可以呢？那阿边就委屈你一下，我们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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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叫印堂穴。哦，哎呦，啊，两眉之间叫做印堂，是头昏头胀，这个印堂常做按压，可以开窍醒脑。开窍醒脑，对，这样会不会变聪明一点？啊，对，比方说我们低头族啊，肩背酸痛，你按压这个，你会发现你的头颈部的这种血流改变就会得到一种缓解，是啊，可以常按压自己的印堂穴，闭目养神效果更好。所以有时候当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按按这里可以舒压。对，那有的感冒的时候，我们会可能有些包含温差变化，我们会有点痒咳，气管有点痒咳，对，咳嗽啊，对对对对，他觉得说吃西药快结束，可是就是卡在那边，没办法那个哈，我们可以来这招天突穴，锁喉，哦，锁喉这里哦，这边。对，这个的确不能重锤，这是死穴啊！对啊，人家不是擒拿都要攻击这里吗？对，它在我们胸骨的上缘，好，对，可以用按揉，按就好了嘛。对，其实小朋友一样可以做，会酸酸的，对，酸酸的，酸酸的。哦，小朋友可以按揉，按下去会不舒服。按揉哦，轻轻的就好了。很用力会不舒服。它对轻微的咳嗽、打嗝，甚至神经性呕吐都有一些缓解作用。打嗝也哎，对，好，那我们感冒呢，当然就是会怎么样？会有鼻塞啊，打喷嚏、呼吸道的问题。对，好，那我们就哑门。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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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哑哑门？对，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后发际线上一点点。后发际哑门，好，它顾名思义它是开音的，所以感冒声音哑哑的，然后那鼻塞。它可以通鼻窍，有一个凹凸的地方吗？老师大力一点，这个很有帮助哦。跟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假如你感冒的时候鼻塞、打喷嚏、流鼻水很严重，包含过敏，你常按压哑门，老师不要提，很有帮助。这到底舒服还是痛？舒服，舒服。我们可以请谢医师回去，你那个我们的那个耳鼻喉科的一些患者啊，你先按压哑门。对，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些神经反射是控制我们的五官的。那像有的小朋友过敏儿啊，他晚上特别容易鼻塞。是不是按这里也对？前面用吸的方式，用蒸汽的方式，然后后脑勺就帮他，哎，大概三五分钟，后发际线上缘，就是你说的，它在第一颈椎的下缘，哦，这个按压，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骨头，对，凹下去的地方，我们枕骨的下缘，哦，这哑门，最后一个会发烧，那发烧家长一直吃，哦，不是说三五分钟吗？好，那发烧的部分我们就按曲池穴。曲池穴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容易网球肘疼痛的地方，那手弯曲，顾名思义就是在弯曲的位置。痛，哦，这里对，是很痛。对，它一般来说我们曲穴是弯曲，手肘弯曲在这横纹的外侧，嘿，这按下去很酸的，酸酸的。中医叫做疏风清热解表，就是感冒发烧的时候就会按压。对，事实上会很容易过敏，荨麻疹，我们中医也是风热症，常按压这个也是。荨麻疹也可以，对，叫曲池穴哈。所以过敏发作的时候也可以。常按压哈，这个平常你有在按压，你的皮肤的痒疹就会改善一些，会缓解。是好，谢谢阿贝，谢谢罗医师，请回座。谢谢。好，所以呢，罗医师推荐了我们这个按穴道的方法，还有这个茶饮。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预防流感的话呢，可以先多饮用或是多做做按摩。是，那今天教大家如何能够避开禽流感，当然在整个鸡肉啦、鸭肉啦、鸡蛋等等煮熟，不要太害怕。同时也教大家要小心人流感。那最后我们请谢医师给我们一个好的建议，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好好的度过今年的寒冬。那我想就是还是建议大家每年到了该施打疫苗的季节，还是花个两三百块，十二月，对，老人小孩有政府的补助，那年轻人就自己花点钱，对，两三百块可以提供我们整个流行剂的一个保护。对，那二方面就是如果打了疫苗，或者是你真的没打到疫苗，对，发现有流感的症状，及早就医。对，因为我们现在医学上面其实是有克流感以及瑞乐沙这两个针对病毒的特效药。那只要说如果有发生这个流感的症状，刚才讲的突然间的发高烧，对，厉害的肌肉酸痛，极度倦怠，食欲下降，及早就医，医生可以很短的时间可以诊断出来真的是流感，可以赶快投予这个特效药，是可以加速整个症状的缓解，减少重症的发生，也减少传染给别人的机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接下来遇到这个春节，可能很多人会返乡探亲，甚至有人会到港澳地区或者是大陆地区。是，那大陆地区跟港澳地区现在是有 H7N9 这个禽流感的疫情的，最重要的是那个活禽市场，可能家人会说一起去活禽市场去买一下。其实很多个案都是因为失去活禽市场，直接接触到这些禽鸟所感染的，避免有这样子的到禽鸟市场或其他跟禽鸟有大量接触的这样的行为。我想只要注意到这些事情，
大概大家也不需要这么就可以永保安康了啦。好，今天呢这一集节目内容，我觉得大家真的上了一课，因为包括对于流感的一些了解跟认识啊，然后包括对于一些疫苗的状况啊，然后甚至是戴口罩的方式，终于真的是现在才知道如何正确的戴口罩。所以正确的观念跟正确的习惯是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最主要是正确的讯息，没错，不要那种不正确的讯息，然后到处的以讹传讹，这样很恐怖。没错，所以在这里也祝福大家，谢谢今天所有来宾，谢谢。谢谢。有很多人呢习惯在睡觉一起床的时候呢就会先喝一大杯的水，以为这样子对于健康是有帮助的。不过在这里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如果呢在你还没有刷牙之前你就先喝一大杯水的话，你可能会有口臭恶化的问题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当我们过了一整个晚上之后啊，我们口腔中的唾液呢，它的细菌数 ECC 的唾液就等于十克粪便的细菌数哎，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刷牙洗脸的话，你不是等于就是把这个大量的细菌给喝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了。所以比较好的建议呢，喝一杯水是没有错的。不过提醒大家一定要先刷牙，保持你的口腔的清新之后，再喝下那一大杯水，的确有益身心健康哦。